我们把所有的时间交给我们的会长，好，来，请掌声热烈，再掌声一下。各位东兴的参众议员大人，大家好。好。哦，恭喜哈！啊，咱今嘛咱点招了后哈，正确是台湾民政府咱的参众议员的身份，我在这里非常恭喜你们。然后哈，咱来探讨一下讲，啊，咱安怎做议员哈？啊，我嘛来对恁学做一下安尼吼，所以下面的节目呢吼，因为我是妇孺总会的，所以呢，我来讲一个妇孺的纲领与政策吼，是安那要来介绍一下，因为咱每一个参众议员吼，哎呦，后摆若要心行的时阵吼，足济拢是会心到阮妇孺妇孺会。后摆啊，要做啥物代志嘛吼？啊，所以，我在首先介绍讲咱妇孺会将来的政策方向，啊，也请各位大人吼，后摆多多给我们妇女会支持与照顾，安尼好唔好？好。啊，所以讲妇女会呢，在过去吼，真济误解就是讲。阮妇女会是民间团体啦，有人捌听过举一下手一个好无？哦，有听过哈，拢讲我做民间团体啊。其实讲的人哈，请他回去搁读册安尼啦哈。因为妇女会全世界哈，民间团体是有啦，但是无讲大家拢总是民间家己组成的哈。咱尤其咱。台湾民政府的妇孺会，大家拢有初级班，有高级班，是毋是？秘书长敢讲拢是公务人员，对不对吼？啊，所以敢会讲啊，你拢来参加妇孺会，怎啊变民间团体？安尼咪足冤枉嘛吼？所以呢，咱嘛毋是讲大官啦，阮这妇孺会哦，做根就好啊啦吼。啊，但是吼，咱就是讲咱呢。台湾民政府妇孺会后摆啊要做啥物？啊，这个政策后摆啊要来推动，都需要我们参众议员首先来了解，啊，后摆来支持安尼啦吼。啊，来，咱即马就是讲妇孺呢，咱即马平等爱自由世界，咱的女性都有抬头的一天哈。所以呢，咱的妇孺的典范呐。我拢，逐摆出来拢先请这三尊吼，大妈、二妈、三妈出来安尼吼，安尼来比较一下讲，啊人三尊都袂比查甫的较含慢吼，所以让你们男生也可以讲欺负我们安尼啦吼，安尼是毋是大家有认同？这三尊是毋是比查甫的较敖？好好，安尼啊，我无讲我比恁较敖啦吼，安尼就歹势啊吼。所以讲呢，咱的妇孺会第一个目标啦吼，咱是讲遵循国际女士会与国际接轨，加强外交，提升政治跟经济交流吼。所以讲，这个就是咱最大的目标啊。啊，来，我们配合国内的吼。第二的功能就是讲协助政府政策落实，照顾百姓为家庭谋福利。咱这就是咧做善事，照顾老百姓的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后摆啊，这个政策拢爱咱多多甲咱支持，卖互阮讲想要做善事都做袂到安尼吼。所以吼啊，真安尼也会很遗憾，一个国家的政策。一定要从根开始啊，打地基就是咱的家庭母福利。咱每一个人嘛是家庭的一员嘛，对不对？唔是恁来做议员，伫中央恁都无迄厝啊嘛，大家拢有厝啊，啊，所以这照顾家庭很重要啊，哈。啊，来就是第三条，
性别平等，为妇女争取应有的合法权益。咱每一个人厝是毋是拢有阿母啊？大姊、小妹、祖囝，对不对？那么你做议员了后，袂使袂去讲恁家嘛有族人啊，啊，所以阮要做的工课，恁一定爱敢支持嘛，吼。所以这个两性的合法权益，一定爱记伫在心啦，吼，好唔好？我即马讲的，后摆啊拢敢支持，拢爱举手啊。连脚也会使压一嘛，敢压一下吼，所以这嘛会照顾到恁家的大姊小妹吼，老母啦，嘛是阿嬷嘛，拢照顾会到吼。所以合法的权益，咱袂使讲支持迄无合法的啦，合法的咱就是爱甲支持吼。来第四点讲，家庭暴力协助政府保护老弱妇孺，就是讲即马足济也嘛是有迄个大官在受派有无？你捌听过连前讲咧拍某无？啊，咱这议员，咱来爱甲咨询呢。咱后摆啊，咱的大官，你的上司吼，那有暴力，我们也要来给他咨询呢吼。嘛是袂使，手艺嘛有拍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做较大的吼，为还有暴力，那由我们妇女会来保护啦吼。所以讲，这种的嘛爱支持。第五点呢，提升女性素质及品格教育。好，下底咱这个卖讲，就是发扬母爱啦，吼。啊，所以讲呢，为什么要提升？咱台湾足可怜的，你敢知？愚人政策吼，价格伤济啊，吼。啊，讲迄个黄色小鸭吼，啊，一只迄塑胶罐的吼，讲几啊百万人拢去咧看，看甲崩崩破嘛，是还阁有人要去看？那有什么艺术价值低的啦，迄老徐格林老师讲落去吼，真正大家拢足歹势的吼。有去看的人，举一下手一个来。哦，好佳哉，咱内底敢咱两个去看尔呢，表示咱拢啊，卖讲无去看的就无，安尼歹听啦吼。没有意识这个细胞，就是没有给我们环境。啊，这爱讲啥？是政府的政策呢，互咱食饭的。趁食饭都未赴时间啊，哪有时间啥物去思考文化意识的气息？咱过着毋是人咧过的日子呢，我们只有在物质上面吼，会当求生存呢，完全没有精神粮食啊！咱的精神物质真正是无共的啦，物质只能填饱嘛，没有精神生活。是人间地狱啊！所以呢，这是政府的不对啊！啊，所以讲为什么要提升女生的这个素质？讲安尼吼，咱的季教授常常甲我 complain， 叫我爱执行啦。伊讲安那，恁这查某是安那，看到马英九安尼嘿嘿叫安尼啊，票当遮济吼，啊，不然你妇女会、中委会长爱负责甲这查某教好啊！啊，咱这议员吼。这个参众议员女生们哈，啊，我嘛拜托恁甲斗三工一下。即摆后摆若看到迄马英九哈，啊，袂使阁哈哈叫，阁大家伊若当遮济，安尼我都足惨啊，我用石头路呢，拜托大家哈。吼，啊，这唔知要安那解决啦吼。啊，我讲起来讲安那，这个跟文化艺术有关系，素质有关系啦。咱若是有素质、苦力是悬的人吼。拢看内底啦，无咧看干那外表尔。外表是基本嘛，吼，咱即马参众议员转去吼，一工拢看镜爱看三遍，安尼我有成议员无？安尼好唔好？啊，那照一个无成，咱着搁摕一领搁较漂撇的，搁较穿落安尼。无成穿甲成，安尼好唔好？好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咱就是讲吼，我们要提升自己的素质啦。咱就讲吼，努苦拉苏爱学甲有苦拉苏安尼呢，安尼咱才会当做参众议员嘛，对不对？对吼，啊，那头前这个同学笑甲吼，伊未来参加就有成啊啦吼，啊，所以这个真放心，唔免阁改啊吼。来第六点吼，妇女的职场保护，咱即马吼，我是医护人员吼。
我伫即个病院上班真久吼，啊嘛开病院过吼，因为即个妇女方面的工作吼，真的太辛苦了啦，跟薪水不成比例啊。然后吼，即卖病人真歹，你知无？啊是安那讲个做自由啦，自由不是侵犯别人，占家己的利益来讲，迄种叫做不成条文的自由。后摆啊，我们的自由，我们参众议员要负很大的责任，自由不能侵犯到别人，这样才算自由哦。你侵犯到别人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那不算自由啦。啊，迄绝对袂使去同意这个法案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妇女的职场保护是足重要的。咱兜嘛有查某人去上班的嘛，所以这个职场保护吼，咱一定爱甲记伫在心。然后呢，咱今仔日嘛有台南的大医生来吼，啊，我讲一个这伊一定会认同啦吼。咱的健康养护教育，每一个人妇女吼，一定要懂得健康这个养护教育，所以一个国家就健康诶。因为怎么样，要认识疾病医学与健康医学无同款的所在啦，对不对？大医师，台南的医师。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伊是中医啊，所以伊听有啦。啊，那西医拢听无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中西医拢有哦，安尼佫较牛吼、哦。我本来叫的我就足牛啊，结果佫有人比我较牛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大家拢要食药啊，是唔对的啦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药啊，你那是中医迄种的，或是补的啊。啊，唔是拢写的尔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中医的至理名言呐、啊，古早阮老爸就中医啊啦，讲真药医家病，真病无药医。啊，即摆大家拢去找医生，拢找到疾病医学。你去若要摕药啊，互你伊免哪请钱，所以健保房请到拢倒倒去。你不该食药啊，伊嘛是药啊爱互你啊。因为安怎，我们的卫生署政策不对，即股恁爱记的哦，政策不对。因只有给付疾病医学，健康医学不给付要自己掏腰包啊！人民为了贪图便宜啊，哈啊，有的是不懂啊，所以大家拢拿足大包的药来吃，无应该手术的手术，无应该洗身的洗身呐。所以讲，每一个妇女如果懂得这啦吼，伊袂乌白带咱的囡仔、咱的老爸老母啊，甲你插咧去红台啦。啊，袂去用挂，啊嘛袂领一大堆倒来硬甲饲，唔食佫硬管嘞吼。哇，这足冤枉诶！这一定爱有具备这个知识嘛。哦，秘书长讲，无连讲啊，电视台一间互恁啦，我逐工拢来公家就好啊吼。安尼我就袂无头路啊啦吼。吼，所以这足重要啦。啊，咱一家若是讲吼，过足平安诶吼，啊，恁要做议员，唔只袂讲无时间嘛。啊，袂空心嘛！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成功的男人后面那个女人也是妇女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爱足照顾妇女会的啦，会甲恁做足济代志，甲阿爸阿母啊吼，啊丈人丈母吼，啊拢顾甲足健康嘛，是妇女嘛，是毋是？安尼恁就会当去做大官，赚大钱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妇女会是非常重要啦吼。啊，佫有一项啦。你若是妇女吼，素质无提悬呐，啊，佮而且健康袂用注意，恁敢有好个后代？对无？吼、哦，对不对？意思，咱个腰酸斜呢，啊，你逐工嗲来受气啊，袂用讲要来听歌吼，啊，囡仔生出来爱哭，佮兼足歹性地个，你规世人拢受害呢，啊，所以一定爱足疼查某个，对不对？嘿啊，咱个某吼爱足。听，唔是要带来讲的哦吼，是要带来听的吼。来，咱第八条吼，推展文化语言艺术，这都只我有讲过吼。咱这个文化啊语言吼，咱即马外籍新娘足济对无？啊，含台语拢袂晓讲，闽南话袂晓讲，啊，咱的文化嘛无去啊，咱的艺术嘛无去啊。哦，像个咧艺术吼，我细汉的时我做做迄鬼地啊有无？哦，啊，迄底下足凉的呢，啊，咱的。古早的艺术嘛，拢无去啊！咱来传统的艺术嘛，拢无去啊！所以我们妇女会当甲这文化语言甲这来带动，
来教育给外籍新娘，包括我们的老弱妇孺都可以来学啊哈。然后托儿所、单亲课外辅导，即摆单亲的有济无？四对讲有三对离婚啦，恁有要认同无？谈感情相像呢？感情讲四对都有三对有感情啦哈。啊，即摆即个婚姻嘛拢在调啊嘛哈，至少也有一半嘛哈。啊，若无离婚呢，看起来人即摆会感觉伊头壳有问题呢，足奇怪安尼呢，煞变安尼呢吼。啊，所以讲即个。咱有需要这托儿所，还是讲吼安亲班这吼，好咱的父母，咱年轻会当去拍拼，囡仔咱政府用这托儿所来安亲班来解暂时来解雇，好咱少年人拍拼下班顿啊，正来带囡仔，安尼即阵呢，咱的迄个幼稚园比大学较贵呢，咱唔是讲要甲消灭外面私人的托儿所。我们可以把它纳入辅导，变成公家机关呐、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就地取材，吼、哦，唔是袂使之类啦，吼、哦，上重要这条啦，这条起码作起参对不对？吼、哦，离婚的有够侪的，讲婚姻建构辅导、法律与道德规范呐，所以讲日本的法律吼、哦，男女分工合作。无论你安怎离婚，查甫一定爱趁钱转啊！只要伊个查某人无过去嫁，伊这囡仔爱家饲到十八岁啦。薪水你公家爱是私人的吼，薪水主动扣一半到太太跟小孩的户头啦。啊，所以即马日本的查甫人吼，含较早查甫人一比一无同款啊呢。所以呢，足惊离婚的第二个吼，剩一半无人要嫁啦，除非伊足够趁钱的啦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吼，即马查某人呢，日本的查某人吼，拢去卡拉 OK 去唱歌吼。啊，如果、到处跑吼，因为查甫嘛唔敢要求要离婚啦，财产去一半安尼啦吼。所以女权至上哦，但是你安怎离，安怎嫁，安怎去外口安怎攀。查甫一定要趁钱，查某会安怎？生活起居打理啦，教育，女人一定要尽到责任啦。所以呢，人个囡仔袂歹去啦。啊，咱台湾呢吼，查甫甲查某大家拢相抢呢。啊，抢来啊那也要做爸爸，也要做妈妈，敢有在调做？拢做袂来，所以拢歹了了。我讲安尼对唔对？好、哦，所以呢。咱即马呢，妇女会后摆啊吼有机会吼，啊无翁的无某的拢来甲我登记啦。我唔是要做卖人婆啊啦，咱是讲较好听，讲哦做婚姻建构辅导中心嘛，对不对吼？看是你要做家家，无要紧；要做男女朋友，无要紧啦。要正正当当为对方负责啦，啊要互相照顾，安尼我都可以同意批准啦。安尼好唔好？吼、哦，所以后摆大家人拢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嘛，袂讲一个欠翁，一个欠某啊，逐工咧有郁啊，去是出去扫，袂做工课嘛。大家好足快乐，安尼是毋是拢会奋斗？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所以讲啊，心情无好吼，做无代志啦。咱一定爱让伊幸幸福福、快快乐乐，啊，咱这个国家唔只会兴旺，安尼对无？吼、哦。所以讲，我讲遮吼，脑震荡下底吼，茫拄久，搁甲我听落去吼。咱即摆吼，要安怎讲做议员啦吼？至少咱要做一个议员吼，议员是有够大个呢。含咱个最高首领拢会当叫人，你无看哦？迄个啥个马英九定定去哦，遐立法委员叫去咧问哈。阿伯啊，恁嘛是遐大，阮拢爱互恁叫去问呢。所以我先甲恁巴结一下，阿伯啊，拜托诶，讲较歹，讲较好听一点嘛吼，卖花闹开安尼啦吼。所以呢，做议员吼，原则上你一定爱知影有一个国家有啥物层面吼。我过去在世界战略学会台湾分会吼，一个国家啊，一个政府，伊一定有四种。第一就是政治嘛吼，啥叫做政治？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，叫做政治哈。来，就是讲军事嘛。你若无军事咧，不能
保护国防，佮袂抵御外侮啦，袂去予外国敢侵略啦吼。所以军队很重要啦吼。啊，佮再来咧经济咧，啊，你要一个好个国家，啊，咱人人就是讲吼，人以食为天嘛。哦，经济就足重要，无钱袂使咧吼，钱袂当买一切，但是吼，无钱佮是步步很难啦吼。所以讲经济很重要吼，经济咱即嘛吼，大部分无咧用武器啊吼。有经济战，尤其是中国啦。我听一个教授二十几年伫中国啊，吼，走转来甲我讲，恁用这個我甲你报告吼，即马中国诶最大政策是要做什么？让你台湾人穷死了啦，要互恁散落死啦。啊，即马有够散啊无？已经足散啊，对唔对？咱遮议员大神吼，恁爱知影讲，即个政策是非常非常诶严重啦。伊安怎做？就是讲，迄日月光无吼，伊讲一年赚900亿呢。啊，薪水你啊要甲领18000，佫找无头路，佫甲你讲呐，无薪假一大堆呢吼。即马所有的科技公司拢请临时工，因为伊较省薪水嘛。老的伊无爱请，在个也无爱请，佫爱退休金，互伊的佫愈无爱请。啊，薪水拍啊足低，啊物资甲你起啊足悬，双边两边夹攻，安尼会散无？绝对散死啦！今仔日台湾吼是好加在咱只勇敢的台湾同心面呐，那无已经去了了啊，你知无？真正去了了啊啦！啊，唯一唔知影讲，咱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吼，这个很可惜啦。但是呢？咱一定要撑得住，吼、哦，巴肚下较硬的嘛是要甲伊拼啦，吼、哦。咱咧拄只有讲过忠诚度足重要嘛。咱要忠诚，你就先爱有信心嘛。讲吼、哦、做议员，讲要搁咧问讲，啊，咱要主政，唔知有影，哎，无影吼。啊，即句听到哪中听到一定拢分歧的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吼、哦，我呐分组会议，我拢讲足济个啦。足济条件，若无我的武功秘籍吼，来甲我推，我拢会一张送恁啦吼。我甲所有咱做的工课，美军要做的工课，全部一条一条我写出来，你看看，信心，唔是十足尔啦，一百足啦，吼，变千足个啦。吼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咱要做一个国家，就爱四个层面，讲到经济尔嘛。中国用经济要甲控制，讲服贸咧。全世界无一是有敢那有物件尔，无用迄个工人咧服贸啦，无用工啊人咧贸易啦。世界迄饮食的，你知无？啊，无怪遐囡仔是足可怜的啦，但是互利用去啦吼。咱秘书长咧，一支笔就甲奥巴马告甲倒去啊，伊无做袂使啊，安尼有够无？吼、嗯哦，咱拢唔免像遐囡仔安尼去讲甲老会老弟呢。啊！一支笔尔，啊，咱都对伊支持安尼尔嘛，安尼就甲奥巴马告甲伊安尼，无敢执行袂使吼。啊，执行诶，就取消当兵嘛，三军后勤部队取消，啊 ，AIT 等诶，美国的白宫网站取消嘛，啊，你洪仲丘诶代志，就军事法庭取消嘛，啊，军监取消嘛，啊，搁行政院新闻局，我即摆听讲吼，行政院卫生署。迄几句嘛无去啊嘛，讲伫便宜些，什么行政院卫生署迄嘛袂使啊啦吼，是敢那卫生署尔一款啦吼，还是卫生处啦？啊，我知影新闻吼，就是新闻处，没有那个所谓的新闻局啦。所以讲这讲讲的吼，讲讲的恁若是讲阁无相信吼，来提我武功秘籍啦吼。所以讲呢，讲讲讲的无一个讲唔爱来办身份证的，拢会通过吼。所以讲咱。知影这以外吼，有一项普通人拢唔知的心理战略啦。我是学这项的啦吼，经济跟心理战略。所以一个国家一定有四个层面啦。心理战术，是这个国在想安那，那个国在想安那，啊，我即马要想安那去对。这是心理战略啦，心理战略是排第一，来经济战略，来讲军事。来讲政治，
啊，政治当然是咱的议员是上重要，因为恁代表民心嘛，吼，人民的意见一定要你们懂得民间疾苦啦。哦，我捌迄落人讲，规世人也毋捌赚到钱，啊，也毋捌欠过钱，迄种的吼，都毋知影民间疾苦吼。我们学医的人吼，上知影民间疾苦啦，对不对？大意思，吼，对吧？吼，人是安怎的艰苦，毋是迄种破病艰苦，安怎生活艰苦的？咱所有的破病吼，八成拢是来自于精神上很多事情，所以导致他身体会生病啦，吼。所以讲咧，咱这就是四个层面，咱爱怎样来，咱来说下面的这个，领导的注意事项哈。咱即马吼，怎样四个层面以外，一个国家有四个层面，你要审议的时候，它是属于哪一种的开销或是他的政策方向哈，所以你爱怎样，你要支持唔支持或是怎么，你要有一个概念。但是咱要做官以前，我们要遵守的要有政治伦理。人因美国呐讲，哎啊，什么人动算啊？对一动动算了后啊，一就是遵循前的人的政策类啊在做。所以他们延续下来啊，吼，这一直在推动，一直在进步。咱台湾唔是呢，即马阿扁啊做的，我马英九我都不爱做。啊，即个哪什么人做的，伊都我不爱做。行政跟公务方面也要有伦理，所以呢，政治伦理、行政伦理、公务员伦理一定要遵循。所以讲要做一个领导人呢。品格、人伦、道德、品格一定要端正，吼、哦！啊，我相信若敢来参加这个，吼、哦，讲不啊，没有三两三呐、啊，今天你们不敢上梁山，对不对？好，家己拍一下头啊之类的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不敢上梁山呐、啊，吼、哦！所以讲，咱爱遵守过去的人，伊若想要做的。会对台湾人民有帮助的政策，咱一定要延续下去，安尼好不好？那秘书长工作平安呢？讲啊，中华民国的吼，的政策咱后摆还要搁做无？人一样讲呢，主要对我们有好处的，我们一定做，啊对不对？啊，若没有好处的，咱别插伊啊嘛，吼，咱搁做，对不？绝对都无爱插伊啊，像讲迄18%迄啦，吼。啊，咱嘛无要甲讲无爱啊，但是咱后摆啊，咱呢来参加台湾民政府的，拢要给伊38%啊，由在伊选，看要咱36%，还是要选因18%嘛？吼、哦，咱也无甲讲无要支持遐啦吼。啊，所以讲领导者的注意事项吼，咱即马拄只咱的金融嘛有讲啊，你一定要有左右手啊，有你的部署啊，啊有你的支持。的民意嘛，迄拢足大团的吼，啊，恁省上大支的条啊卡呢吼，啊，你条啊卡足大支边啊，马上爱有小支骨啦，对唔对？啊，恁要安那做一个大桥起啊卡吼，就是讲吼，咱上惊议员的专利是啥？批评对唔对？议员建出来拢在批评尔啦，对唔对？啊，你批评吼，一定吼爱精准哦。切忌批评、哦、不准确啊，与事实不符，引起反感跟没要求啊，根据啦。所以那无根据的物件，绝对唔通讲。吼、哦，后摆恁来收集资料啊，是安那无根据唔通讲，佫会闹开。即马黄世民有无？讲听到一个消息，然后走去甲马英九讲，较紧的王金平的吼，啥物弯哥啦吼，啊，结果即马。破纪录一年两个月嘛，你唔茫讲啊，我的官足悬呢，你忽唔对的，咱会自己下台哈。所以黄世民呢，即马已经破一年两个月，就是不实的消息，不晓得。咱若是有一个人吼，要甲你创好事，足简单哦。哎，大议员，我大众议员，拜托你去甲创一个啥？你
听了无去研究吼，你就甲答应，你就开始去发表。哦，新闻记者招待会，赶快新闻台我甲报消息第一手的。啊，你报甲足欢喜吼，卡停啊，你就爱下台啊呢。吼、哦，这足爱注意的啦。所以讲，无根据的来源的消息，一定不能随便批评跟去提倡，吼、哦，去改革。来，爱点到为止。暗示既有细菌含蓄间接的这个特点呐、啊，咱爱较够谦的讲较细腻的，咱那是讲要收回较有可能安尼意思啦吼，要懂得迂回，就是忙忙安尼细细格格安尼吼，啊讲较婉转的吼，啊来就是袂使话所在袂使讲穿讲破掉哈。所以讲，以免伤害到别人的自尊心呐、啊。不管下属或是我们对方，我们所要改革的对象，咱要改攻击的对象哈，哈、哦，咱谈话要有技巧，硬干不行呐、啊、哈、哦。那如果讲啊，我人都讲啊，这个无较紧去甲我创好袂使哈，你嘛是爱按部就班哈，袂使讲哈，安尼食紧就弄破碗哈。啊！食紧弄破碗，咱家己的金盆碗扫弄破，安尼才会搞到。所以吼、哦，我有发现我们现在吼、哦、社会有一个现象啦，就是讲吼、哦，我这个是骂字的呢，我得一定爱甲听呢，爱、做唔对嘛得听，这是足危险的代志啦吼、哦。不管我们的长官做错，你嘛忙听啦，我就是安尼一个人啦。你讲下属他如果对，咱嘛爱甲听啦。因为你爱保护你家己啊，伫这世间吼、哦，要懂得保护自己，懂得保护自己，啊，无讲三心都无够死吼。尤其是台湾的社会吼、哦，互人教六十八年，教到乱七八糟，就是斗争的社会啊，非常阴险。人啊，要互你死一句话就死啊吼、哦。所以咱做议员即马拢，恁拢变金嘴的呢。酸椒嘴呢，袂使乌白开口吼。咱若乌白开口，有时候就是会落舌啦吼。所以讲话是足重要的哦吼。来，就是讲说话袂使公事，没有退路。对下属采取弹性的政策，咱掌握尺寸，讲究分寸，做到话言准确，一定态度一定要诚恳。吼、哦，袂使态度歹啦！一个人若是无礼貌，就会态度歹。啊，若是有礼貌呢，咱即马去算是要做安尼去，对唔对？唔是社乌社会安尼去呢？咱是要做日本成名，对唔对？啊，做成名，佮讲要做人个安尼去呢？安尼话啊，我是讲人日本唔知敢去嫌无吼。所以呢，我爱讲这个课，就是讲吼，咱要做安尼去，咱嘛是爱具备这些条件呐、啊。日本人世界上中爱对唔对？所以人应该好做一句，咱台湾人讲好做啥物？日本狗，狗是上中爱嘛，对唔对？啊，所以讲上中爱第一，有礼貌嘛上第一的嘛。日本人是绝对全世界有礼貌第一。过来呢，上准时第一啦、啊，日本人的。守时啊，吼、哦，哦，准时的对啦，你家约伊绝对袂超过诶，吼、哦，准时第一，来咧，干净清洁第一，你要信无？咱顶工来一个小林木老师吼、哦，日本诶精英班来，顶工来，大家有看网络无？伊讲诶课呢，从古代到现在。啊！伊最近安尼翕一大片的相，予咱的咱的这个内地内阁看吼。他到哪一个场所拢从百外张的这个相片内底吼，没有看到一点脏乱，都非常清洁。这是世界第一的嘛？所以咱今嘛吼，嘛是爱学因遐有水准，你去便所出啦。第二个入去，袂使让看到讲你共滴一滴，淡淡嘛袂使，爱用卫生纸擦擦的，爱囥好，袂使让讲咱无水准。所以呢，咱即马是有进步真济啊啦，比起讲迄
迄四阿六啊，迄吼四二六的吼，咱有高雄人真济。啊，毋过呢，咱日本时代呢，未食落好啦，就是去互传染着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即种的吼，咱拢一定爱慢慢啊，搁改倒转啊，爱教育倒转啊，咱。做人的安尼记吼，做臣民才有够格啦，对不？吼、哦，当然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咱啊就是安尼一步一步爱来注意啦，吼、哦。来领导的话是一种操练舌头的灵活战士，虽略显圆滑，但维持团队利益，可以说是一种外交语言。所以讲呢，为人搞不清楚哦。不是讲为着咱家己爱讲就好，咱即摆台湾讲安那，我高兴就好。哦，这世间人诶，真正唔知要安怎讲啊吼，我说了算，或是讲我欢喜就好。这两句诶语言呢，不要在我们台湾民生活的关联里面来讲出来吼，这是非常见效。而且呢，一定要维护团队。的利益，咱就是团队，是台湾民政府的大家庭，对不？咱内底吼，即马嘛有这个现象嘛，各州都有这个现象啊，吐来吐去安尼有啊吼，吼吼，恁有拄到无？我唔知啦吼，但是我知有这个现象啦，主要是中国的习性啦，一定拢有这个问题嘛。那么我甲秘书长讲吼，秘书长，我甲你建议一句。人拿来给你投吼，只要对民政府有帮助的，你拢该听；只要对他本身有利益的，你拢卖听。安尼会好人死了了，歹人留一堆。我讲得对无？我们以后做议员，你的部署嘛是好啊。啊，足侪人投来投去，住来住去，啊，斗来斗去啊。吼，啊，咱即马吼斗到的。台湾人上大的缺点，我搁讲啥？因为我伫世间真啊混足久啊，混甲真正足了解啊吼。米粉鱼的啦，台湾人鱼空轻的足济啦。咱若做一个大官吼，鱼空轻就惨啊啦。绝对要求证事实，双边爱看看的，双边爱听听咧，啊再来做了断。做这个要做安怎决策？无绝对是错误啦！啊，错误安怎？咱家己受伤，吼、哦！所以种足爱注意，咱要做大官，做这不是大家人唔捌讲，我大只讲甲大细声啦，无去注意就掉掉啊啦，吼、哦！所以呢，我是讲之前我们来研究一下哈、哦，希望大家人记底在心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我嘛是。一直朝这个方向再来研究，啊，搁而且来学习哈。话夹子不要乱放哈，有时打开，有时关着，这是一种颠覆不破的真理。就是讲该开嘴才开嘴，无该开嘴就莫开嘴，安尼哈。讲不在其位，不谋其职啊。为人咧骂下属还是同伴哈，咱咧。同事啊，啊！你讲代志，人讲对事无对人啊，伊唔是呢？讲甲人身攻击去啊，讲甲人因兜底安怎，因某底安怎，因翁安怎去？因翁甲因某敢你管的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讲吼，讲话绝对吼，该讲的才讲啦吼。咱即马去吼是大官呢吼，所以足注意，咱时间已经够啊吼。只有领导该说的场合。就是讲啊啦，只要综合起来，欢喜的时阵，茫去讲伤心的；伤心的时阵，唔好讲欢喜的。人咧办丧事，你去遐讲哦，阮头拄啊去耍甲偌好，拄偌好哦。啊，人咧做慈善，你讲哎呦，头拄啊遐死几个，安尼敢对？哦，这绝对得爱分得清楚。古早人讲啊啦，房间底话唔茫提来客厅讲啦，啊客厅的话唔好提来房间讲啦。啊，恁的某吼，还是翁吼，拢甲客厅吼讲公司的代志。你伫房间啊底要甲伊好一个，伊拢咧讲公司，安尼敢有气氛？对不对？迄绝对安尼唔对嘛！啊，你翁仔某爱来爱去，出去到公共场所吼，
啊，都爱爱来爱去，安尼甘着？在遐骂来骂去，安尼敢那唔捌爱着？那像啥人拢唔捌爱着安尼呢？那咱拢过头啊，拢看咧拢好足奇怪诶吼，对无吼？这安尼吼，时间到啊，对无？好，好，好，阿姐来注意，阿伯啊再过来听探讨，多谢大家。各位同学，咱下课休困哈，稍等诶，两点五分上课，两点五分开始上课，好，下课休息一下。啊，椅子麻烦向前靠拢哈，这样以便出路。好，谢谢。